太极启功十八式是根据太极拳的轻柔、和缓、力气相随等特点，结合气功的调身、调心、调心三要素编导而成。通过舒展优美、均匀缓慢的行体动作，配合呼吸以意引气、意气相随，从而疏通经络、调和气血、治病强身、驱病延年。体式调息，Thank you.
河西打船，西呼西呼西呼。天前多久？晚雨望月，转腰施展，西呼西呼西呼马步云手，
高凯关天。Thank you.
掌声中。